道、意道、气道。你看，行先道，意在道，气道去最后的，这叫以形代气阶段。那么我现在是，这个气道、意道，催行，气催于形嘛，催就催行了。对对，啊，气催于形，气道、意道、形道三结合，它是以内催外的。现在你们呢是以外带内的，是行道、意道、气道，以形代气阶段。OK， 它正好是相反的。你记住，呼气是气沉丹田时候，这你要拿着丹田练内气，每个呼气你感觉到小肚发胀，那是沉到胃的。知道了。对。Okay。 如果你的小肚这的没有发胀，没有感觉，你等于没有气沉丹田。我。气沉丹田啊，你一定是要慢，要彻底完成了再走下个动作。再走下个。对对。好，行。不是吸气时候，关键是呼气时候。关键是呼气。因为呼气是气沉丹田时候，吸气不是气沉丹田，吸气都是伸展的、提腿的、虚静的，是这三个时间。那现为什么就是大家都说练丹式，就是包括你老师你也说过什么的，说练丹式特别特别重要，为什么呢？陈道奎老师讲过说，不动丹式狂练功。为什么说丹式呢？因为它是要求是一套拳式，一套拳的从起势到收势，一气哈成，对，滔滔不绝。不能出现的我说的十二个字吗？江扁就是丢断扁吗？对。如果你山东背比打不好，还是偏身拳打不好，你每次都正别打，那么到偏身拳打不好，永远到这都会断筋。嗯。那么单式的就是叫你把拳里边哪个动作比较难度大的，平时打不好的，把它突破，然后呢让整套拳的不能出现有断伤江扁的现象。你每次都打的一套拳一套拳，肯定会有出现断伤僵硬变，因为你没有去突破难度大的动作。明白。另外有很多难度大，你像那新疆最红的几个难度大的动作，另外有很多难度大的动作就要反复练，把这几个动作来柔化它，那么你在整遍练，它就不会出现了断伤僵硬变。所以他说不动单练狂练功，主要是这个问题。
给你唱首歌，我想给你唱首歌，想给你唱首歌，唱首歌，唱首歌，我的歌好听，声音更温柔。想请你喝一杯，想请你喝一杯，只想请你喝一杯，喝一杯，喝一杯，没别的要求，希望你能接受。